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，我们现在打下全新地狱乐合作的地狱级花蔓盘绕的触手哦，那这个是朱锦的关卡。好，那这边带大家用这次合作的一趴大奖画眉丸来做一个通关，并且一次解三成就。好，那队伍跟龙科配置呢，我都有打在旁边，如果说还有疑惑没看清楚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，剩下我们就是边打边讲解咯。好，来第一关。好，第一关我们先抓自己的画眉丸，不守消，先偷一个回合。好，接着第二回呢，我们就开自己的画眉丸记忆，然后我们点火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开副队画眉丸的记二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抓副队的画眉丸哦。好，这个记二是为了让它进到暴击。好，那等一下伤害打到副队那一只就可以直接贯穿过去了，没有问题哦。好，我有帮大家试过，一个天降都没有。如果你队伍配置跟我一样的话，伤害是足够的哦。好，来接着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先偷一个回合。好，对面 CD2。 好，来接着第二回的话呢，我们开自己的画眉丸记二。好，然后接着这边我们抓妻子不守消。好，好，第一回你可以不用跟我一样空转啊，我承认第一回是我不小心空转到哦。好，接着第三回呢，我们就开妻子。好，来接着这边我们抓自己的画眉丸。好，那这边就是交给画眉丸输出了齁，来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三。好，第三呢我们就开自己的画眉丸记忆，然后这边随便点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开妻子。好，然后这边一样火起手哦。好，这边就直接送他。好，那这边当然是直接带过去没问题哦。好，接着第二条血呢，我们先开妻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副队画眉丸的记二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那个点座，然后左切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就火起手就可以了哦。好，这边就直接带过去没有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四。好，第四呢我们就开副队的画眉丸记忆，然后我们点光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抓自己的画眉丸哦。好，来这边就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五。好，第五这边的话呢，敌人会自己死去，所以不用动。好，接着第六。好，第六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开自己的画眉丸记忆，那我们点火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哈，不用抓任何的角色猪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二条血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开个岩铁灾。好，这边可以先把暴风解掉。好，接着我们开个龙科之力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再开左切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一样火起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伤害当然也是直接灌过去没有问题。好，来接着来到王一。好，王一这边的话，我们先开画眉丸的记忆，然后我们随便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接着我们开点座。好，然后开妻子。好，那这边当然就一样吼，火起手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过去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接着第二条血呢，这边我们就开画眉丸的记忆。好，然后我们点火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哈。好了，那以上这边的话呢，是这一次合作的一趴大奖，画眉丸过这个地狱一次三成就，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